好靚啊！多謝你啊！我都準備咗一份禮物送俾你嘅。係。呢條空手道嘅黑帶咧，係我師尊親手頒俾我噶，係我最珍貴嘅禮物。而家我將佢送俾你，多謝你咁捧我場。多謝啊！估唔到你係武林高手嚟。咦？呢啲興趣嚟嘅啫，我唔係你哋諗到咁硬淨嘅。見你平時啊大癲大快咁玩得咁樣。我知。你想话我冇其他女仔咁温柔、咁识做咩？我唔系介意，不过我知有啲男人唔系好中意咯。咁嚟得呢度玩嘅男人，点会想个男人同我坐台啊？其实咧，我都可以好温柔噶，我同其他普通女仔冇分别。我都想做一个小暖男，人呵人锡，顺夫教子，得闲咧就煮翻几味。 我煮嘢食好好食噶喎，你有冇兴趣试下我手势啊？啱啱食饱，少食。啊，咁啊，唔开心啊？我买咗你一个礼拜敤噶啦。真系噶？嗯。多谢你啊！多谢你啊！得啦得啦得啦。吓？快休息下先啦。做啲咩事啊？ 余大妈千叮万嘱，叫我用尽方法都要留住你，波地组追数啊！所以我先将我咁心爱嘅黑带送俾你咯 ，Marco 哥，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？余大妈真系要教下你啦，咁讲嗰句都讲埋出嚟，咁又唔好骂自己，你哋借我追数，我都借你哋过桥啫，吓，一样。咩意思啊？ 巴巴拉，嗯，我系你个客啦，快叫到。嗨，哇，你咁快嘅 ，Marco 哥你咩表示噶？你估下，佢就跟只表俾我啊，佢仲掹咗成个礼拜化妆，我咁大个女又都未试过噶。靓女啊吓，今次咧实实冇黐牙啦。不过平时咧咁少人 mark 我，就算 Marco 哥而家包我一个礼拜，我都赢唔到 Kiki， 赢唔到女神个名啫。但系你嘅业绩已经好以前好多噶啦。 咁咪真系有奖金分？哎呀，哇，靓女，巴巴拉，你好靓啊！多谢，我要小心啲啊！嚟啲啦！阿 Marco 哥咧已经掹咗我哋巴巴拉一个礼拜夫噶啦，你唔系谂住带啲女嚟争客啊嘛？想知我有冇争客，咪自己入去问阿 Marco 哥咥咯。 Marco 哥。 你已经甩咗我哋芭芭拉一个礼拜夫噶啦嘛？你睇下，沙女姐几唔要面，带帮女入嚟抢生意喎。我叫佢哋嚟噶嘛？吓？你啱啱先甩咗阿芭芭拉一个礼拜夫喎。咁佢送咗份咁紧要礼物俾我，点都要多谢佢嘅。咁你都送咗只表俾佢啦，你唔中意佢咩？送只表咋嘛？况且我一路都知道自己最中意系边个。 哎呀，余大妈听唔听到啊？人哋唔沟你个女哟，又唔睇下自己女系咩质素，有得挥，值得夹。好啦，我都入咗嚟咁耐，都未见阿 Marco 哥一杯。唔该，谢谢啊，余大妈。 Marco 哥，我哋饮杯啊！好啊。真系冇乜特色啊，最后边个赢都未知噶。唔好咁心急，一阵间咪知咯。 不如你翻去休息室嗰度坐住等啦。斟多啲啦，有少，你饮得晒啲钱咩？你快啲斟埋啦！我有嘢讲啦 ，Marco 哥哥 mark 我哋38组每一个人1个月欢送。多谢 Marco 哥哥，好多谢咁多位老板嚟捧场。 支持我哋呢个夜之女神嘅选举，经过咗1个星期嘅激烈比赛，到底边一组攞到最佳业绩奖？夜之女神又会花落谁家呢？38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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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8
你做得好啊 ！OK， 而家公布野之女神啊！竟然系双冠军喎！佢哋就系 恭喜啊！恭喜晒，恭喜晒，恭喜晒！三十分钟，上晒嚟，上晒嚟，快啲！咁都输，都唔知 Monica 系咪洗咗还手？啱啱翻嚟都攞到冠军。K K 咪仲犀利，净系一个 Marco 已经考过我，晚晚出去四场超人。 最衰都系你啊！成条水俾咗你噶嘛，咁都捉唔住，喺度留翻人哋度嘅。先至话等我叻女啊嘛，做乜啫你哋？拜拜，芒姐。行得未啊？沙律姐同 Michelle 话咧，佢哋仲有啲嘢要做，叫我哋去开定位，嗌厨师先。今晚咧我就唔去啦，因为阿 Dave 等紧我，我翻。 庆祝我哋赢咗鱼蛋嗰组成条街，你系咪又要整冇人性先？唉，最多今晚啲餐我埋单啦。咁啊得啦，最紧要有人埋单。唔使喺外场咁度求啊！嚟啦嚟啦，好啦，食得开心啲啦吓，拜拜。好啦，咁我哋霸定位先啊。 芒姐，架车同奖金你攞去啦。 我见你明明辞咗职唔做噶嘛，又突然间翻嚟，实系有啲急事需要用钱啊！唉，你快啲攞去啦。傻妹，啲钱你自己赢翻嚟噶嘛，你自己用。你咪当我 keep 住喺你度，有需要咪再拎翻咯。又或者你当我借住先，咁你方便嘅时候就慢慢俾我。 我呢个做姐姐真系好无用。好啊，我收咗先。但系你记住，有需要嘅话，第一时间问我攞翻，知唔知？咁我行先啦。拜拜。多谢你。不过啊，有来有往，我都有样嘢送俾你。 之前你赢嗰架车，我觉得唔系好啱你揸，特登订咗部家庭车俾你，等你同你屋企人以后出入方便啲啊嘛。我送咗个朱古力俾你啫，更何况家庭车其实唔系好啱我啦，系啱啲有家室嘅用先啱啦。不过都多谢晒。你之前叫我问我太太可唔可以同你一齐，讲真啦。 佢一定唔会介意，不过唯一嘅条件系我唔可以同佢离婚咯。佢咁都接受到？一舞倾城终于有得睇啦，仲有好多精华片段等紧你，记得 subscribe 埋 TVB USA 嘅官方频道，咁就唔会拍错过任何最新嘅 upload 片啦。